校长像情人，还有那新疆班的同学们啊，我们的心情呀可惜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呀，我们的心情呀可惜。还有那破房里的沙师傅做的饭菜甜又香，做完了拉面做抓饭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让唱？你们唱的什么呀？要突出政治。哎，什么叫突出政治？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？我们的祖国 Yaksi 啊，后面加点好玩的还不行吗？什么叫好玩的？学院开联欢会，咱们新疆班唱的是沙师傅、烤包子、羊肉串，这像什么话呀？什么才叫像话啊？我唱的祖国 Yaksi， 学校好，同学们好，沙师傅的饭菜好，这还不叫突出政治啊？对啊。哎，老铁。我是新疆班的指导员，就是管政治的，我叫你们的节目突出政治，这难道不对吗？马指导员，自从来到这个学校，要不就是听课，要不就是听你的教训，今天好不容易大家开开心心的在这玩一会儿，还要听你的教训吗？我这不是教训，是教育。教育好，来来来，你来教育，来，你来教，哎，你来唱。哎，我要是会唱。你会唱？好，哎，你唱，你唱，来来来，来你唱，你唱。我说的是我要会唱，我的。别走，预备，咱们开始啊！来，鼓掌，大家鼓掌。唱一个嘛！唱吧，唱吧，唱吧，唱吧。行了，出了问题你负责。别走啊你啊！同学们。我们江南纺织学院啊，是国家重点的专业院校。无论是从桑树的品种，还是从养蚕的技术，都是国内的领先水平，在亚洲啊，也是很有影响力的。我想问问大家伙，你们知道桑树一共有多少种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47种。你怎么知道？魏所长早就说过了，这47种桑树啊，还分为南北两大类。哎，你可以啊，总。好，同学们跟我过来，我来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桑树的品种。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桑树啊，是呈树状的，而在新疆，师傅，麻烦你我问一下，魏所长和魏明霞怎么没来干活啊？不晓得，有两天没有看到他们了。谢谢啊。写什么呀？我写这个是要证明你的亲生父母不是什么地主阶级，更不是什么有历史问题的人，他们是被沙漠吞噬的赶驼人，是穷苦的维吾尔族百姓。你又没见过我的亲生父母，你怎么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呢？他们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再是有历史问题家庭出身的人。只要你和我划清界限，脱离父女关系，从今往后
你在这个社会上，你就可以抬起头来了，明白吗？云霞，来，这份证明你拿去，明天你去找组织，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，你是贫穷的维吾尔族家庭的女儿，你是清白的无产阶级家庭出身。拿去。云霞，你疯了你啊！我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把它写出来，你把它撕了。你撕了，我才接着写。你写吧，你写多少我就撕多少。明霞呀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我的心呢？啊？我怎么不明白了？爸，你真是被妈妈骂糊涂了。你觉得这样做是为了我好，可我觉得不是。我情愿一辈子不出嫁，不工作，也不希望失去你这样一个好爸爸。爸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在我心里是世界上最好、最无私的爸爸。率领同学们去迎接你啊！迎接什么呀？也不是领导视察，我就是专程来看你们的。同学们，让林鼓掌。好，好，你好啊！哎，我怎么没看见艾拉提啊？他帮食堂去买胡萝卜了，很快回来。把麻袋拿过来，来打开看看，看看你们的父母给你们带来什么了。有我的妈妈，有。马主任，你看，我这伞子也扎好了，馕也出炉了，酸奶也盛好了，就差做抓饭的胡萝卜。这派出去买胡萝卜的艾拉提，这到底是去买胡萝卜还是去种胡萝卜了？这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沙师傅，您就别担心了。哎呦，我这真着急呀！这别着急啊，我去迎迎他。哎。马宽利，马宽利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海拉蒂他们去买胡萝卜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食堂急着用，我去迎迎看。哎，回来了！你们怎么才回来呀？是种萝卜去了，还是买萝卜去了？方政委，海拉蒂，方政委，快过来帮忙！让我看看你。